容什么？家乡宝里面，新年新希望。谢谢你们收看最近红什么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们哦。什么？你也给我道歉？怎么愁眉苦脸的？非常的抱歉。好，我们主要是道歉，是我那么晚拍这部片啊。哦，对，也是啊，蛮晚才拍。想说多几个月你会完成也没有。好，只有你没完成啊，对不对？你也没完成，你也没完成，没完成这台。那我们来一一反省一下。当年学愿望，那时候才15岁啊。对，差不多。频道到50000。然后可以到布拉格自由旅行，跟得到一个角色。全都没有。有一个努力到一半就没了。角色的部分得到一半，但后面也没了。那时候我跟他是有去过，已经接近那个像是演员见面了。哎呀，可惜啊。那你呢？那你呢？我呢是那个频道要到150000，那就是还没有到达。哦，考日检，其实考日检算是成功了，成功一半。那你没有考过啊？就我考了，没过。还有一个是我要去跳伞，那时候本来要去纽西兰跳的，但是因为疫情嘛，没办法。你进口台湾也可以跳吗？是跳这种哦。哦，从飞机上跳下来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台湾好像没有，台湾没有。哦，台湾。对对对，可惜了。好，来来，那请我们今天这次的赢家。其实也没有赢，我就是牙套拆了这个成功。那就赢了。啊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我频道的时候我夸下海口，说因为3000万、10万订阅。哦。接近了。太远。然后还有一个是，去想要再去日本一次。你看，但因为疫情关系也没。所以这次其实是你赢了。来来，刷机票。没有。为什么？你有点单纯。哎，可是刷。你可以刷，但是放着。好，但是我们就是再接再厉。对，我们一年没成功，我们第二年再来一次。再许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又把两个苦主拉进来。来来来，一起许愿吧。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！这个是还没有经历过失败的，失败指甲要剥掉哦。我都许愿了。今年一样是一人许三个愿望吗？可以。2021年你要许什么？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回归最近红什么。我们的这个订阅数真的很希望能够突破50大关。第二个就是自己的了，现在在做一个新的频道，另外一个叫一言不合，希望它可以好好的这个突破，今年也不用说10000就好了。我们链接会放在下一支影片。三个的话是什么啊？要讲出来，对，差一点说要达成。第三个是我最近在弄一个关于创作者一个联盟的一个东西，希望可以把小创作者一起集合起来，团结力量大。Oh. 那希望今年这个联盟可以成功。不能不许不相关。因为不敢讲怕，怕输了，体重最没把握了。黄丫丫，其实我第一个愿望就跟体重有关嘞，要飙到85。我教你，你要有自信。不是，哦，对不起。我希望我在一年可以让体重维持在45公斤，因为我这辈子就是大概从国中开始，体重就没有到。没有尝过这个果实的甜美。没错，第二个愿望呢，我希望我自己的频道。上次去年我许100000，对。但经过2020，我反思了很多，我觉得人对自己太。就是太觉得自己做得到某些事情，然后不是好事，所以我觉得50000， okay. 希望今年可以达到50000就好。我最后一个愿望呢，我希望我的服饰品牌，Paradise， 今年可以真的出国去批衣服，这样跟出国有品质也比较保证。对，所以我有预感又不会实现。不会，不要这样想。好，欢迎嘉宾。好，来，我的第一个愿望呢。就是我觉得啊，身为我们这个在这片土地上成长，都没有去登上我们的台湾第一高峰，是一件很可惜。阳明山，玉山，对，知识水平低落。我希望我今年啊可以规划一下，我想要去登顶玉山。哇塞！然后第二个愿望呢，就是我在去年的影片我自己有讲过的，我希望能做一出舞台剧。对，想说在今年完成一出舞台剧的演出。你那么开心干什么？你还要当前台是不是？我要参与演出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对我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小的挑战啊，我想要制作一首歌。
这就是我的三个愿望。好，嗯，好啊，那我来做，就希望我们今天呢，各自大家可以努力去完成这些东西了啊。不要结尾，还有两个。好，我的第一个呢，我希望最近红什么在今年以内可以办一场见面，粉丝见面。因为其实我之前有收到一些那个资讯，他们说他们是不在台湾生活的高中生，在国外，然后是我们的粉丝，他们说希望回台湾暑假过暑假的时候可以参与我们的见面会。第二个是希望个人的那个社群的，像是 IG 的人数可以破55000，今年现在多少了？现在是4.9。不行啦，太近了啦。这个很担心，第三个呢，希望自己还是能够赶快演一出戏，因为觉得已经26岁，再不加点油，然后被倒掉。26啊，你笑了一个有27的，这就是我的三个愿望。我的第一个愿望呢，是以前的样子跟现在真的比较之后，发现真的胖很多，所以我不许你这样讲达尔。所以我的第一个愿望呢是，我要在今年把我的体脂瘦回到8%，差不多8%的时候。哇塞！对，然后骨骼肌要在37以上。专业领域。宋北北，不要勉强啊！你不行。哇，要回小岁了。不行，我要。第二个愿望呢，是我希望就是今年的年底。换我啦，换我，我要去考，因为本来去年我要去考，就没有报到。对，那今年然后是去考N3，考过要考过N3，要考过，没考过的话，那真假？第三个愿望就是我的频道要破30000啊，对。然后我下个礼拜就开始上片了，我这个礼拜要拍2支了。对，好期待！希望真的可以破30000。到底是什么相关的内容？讲了一年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些三个愿望啦。哎，可是先讲哦，是。只要有一个没实现，就要惩罚哦。是，如果我有任何一个没有达到，我戒零食半年，抓到我在吃零食，那我就帮每一个人洗脚啊！我的天哪！我的话呢，就是我请这边所有人吃陶板屋哦，叫大家没有，就你们了。那我的副帅团有包括摄影师吗？我们很辛苦的摄影师，很平凡的剪接师。你不能为这个苦恼，你为这个苦恼代表说你不想达成。对，如果呢，我有一样达不到啊，先笑。是，我就带大家去小琉球。哎呦，重点这个不是惩罚，惩罚是我就负责来当一日的向导。你去过吗？没去过。那是惩罚我们吗？那是我们的惩罚吧。像什么岛？好了，我收了，至少有一瓶饮料啊。看看到时候怎么样啊？好。我如果没达成我的愿望，就是我们进工作时候一个礼拜时间嘛。那一个礼拜时间，我愿意为大家做任何事情。任何的意思是？可以把我当成仆人一样，做牛做马。对。那天我开车。我搬载去我阿婆家，那有一片田，真的错啊！那我的惩罚呢，就是这个拿10000块去刮这个刮刮乐做公益，然后呢刮到的所有钱都要进这个我们最近红什么的团队里面，可以这样子啊。如果10万以上的话就没有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年新年新希望。好，明年3月3号见真章。满目疮痍。影片结束啦！希望影片记得按赞加。